美国911事件19周年之际，位于洛杉矶 Malibu 的 Pepperdine 大学在学校草坪上插起3000面美国国旗，以纪念911事件中不幸遇难的逝者。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让人铭记的日子。每年9月，位于 Malibu 的 Pepperdine 大学都会在海边的草坪上插起2977面国旗，迎风飘扬，以纪念911事件中遭遇恐怖袭击的3000位遇难者，让大家表达对遇难者的缅怀悼念以及对袭击事件的深思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进入草坪，只能在外围观赏，再加上山火肆虐，本来空气品质很好的 Malibu 也变得烟雾缭绕，空气中弥漫着烟火的味道。据悉911事件中世贸大楼遇难华人共有21位，另外有3名记者并没有证实移民前具体的地区。此外，在撞击华盛顿五角大楼的飞机中有3名华人遇难，2人为中国公民，1人为美籍华人。至于世贸中心大楼倒塌里华人的伤亡数字，到目前为止无法准确统计，但至少有10人在世贸中心恐怖事件中失踪。2001年9月11日也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。就在这一天，美国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。纽约世界贸易中心、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先后遭到恐怖分子劫持飞机猛烈撞击，导致世贸双塔轰然倒塌，共造成3000多人死亡和失踪。911事件被美国政府称为历史上第二次珍珠港事件。事件发生后，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发表声明称，这是一起明显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，发誓要追查到底，严惩元凶，要开展一场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。世界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讲话，严厉谴责这一起恐怖袭击事件。今天早些时候，美国总统川普发布公告，宣布911为爱国者日，下令下半旗，并在上午8:46默哀，宣言说2001年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上帝的庇佑之下，许下了不可违背的诺言，永远不会忘记在911事件中将近3000名无辜的美国人被无情杀害。在这个爱国者日，我们纪念在2001年9月11日牺牲者的生命，我们为那些受害者家庭祈祷，我们向我们国家救护人员无与伦比的勇敢表示敬意，我们还赞扬那些在袭击发生后响应号召为国家服务的人，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捍卫自由。